大家好，我是龙草小姐。今天我们不用和面做出子包子饺子，还要吃好吃的切包子，做法简单，特别的美味。今天我们准备了做切盒的材料：瘦肉一块，肥肉、葱和茄子，将肉切成，肉末。将大蒜切成碎末，肉烂在剁碎的肉那烂在一块，倒点生抽、盐、花椒粉、大香粉、姜粉，放点十三香，放点鸡精，倒点食用油，放食用油。就是肉不在这块捏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现在馅都做好了，我们在碗中打这个鸡蛋，打散，放点淀粉，再放点面粉和成和状，这样子。下面不要切开了，切好茄子之后，我们开始包茄包子。将切好的凉拌茄子分开，里面放上我们切好的馅，就这样这个茄包子就做好了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呀？这样包出来的茄盒子。特别的好吃，这包包子饺子很容易。现在我们切包子包完了，因为要炸又要多一点。有时我们将包好的切盒子放在包好的面糊里面沾一下，放入油锅炸。咱就打出去不了哦，就是这就说这个我们房子这边有什么东西在这边不好吃啊，就那么咋我说我是做剩下的，咱还会再熬好着，哪怕